大家好，我是大番茄，我现在在康州，今天我们又来看叶子了，我们走吧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康州利奇菲尔德县的观景公路，行程的第一站是肯特瀑布州立公园。这个公园不太大，但是设施很完善，入口的草地上还蛮适合吃吃烧烤吹吹风的。我们现在就到顶了，虽然今天叶子不是很红，但其实黄叶也挺好看，而且听听水声也是不错的。现在在丹尼斯山的一所老房子里，这所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个游客中心一样，但它100多年前还是一个豪宅呢。这里的人正在布置现场，准备晚上的婚礼。话说，这个山头曾经属于一个叫丹尼斯的医生，他在山顶建了这座四面通透的观景度假房，这里可以看到附近好几座有名的山峰，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还可以看到 New Hampshire。康州不仅山多，水也不少。从丹尼斯山下来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湖边，和本地人一起看了一波夕阳。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开了一天下来，感觉整体景色还是很不错的。从叶子方面来说，还没有到最高峰，下周或者下下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